播球，拳坛天之骄子，泰拳天王级巨星，两届 K1 冠军。自2001年以来，播球获得的金腰带有19个之多。不仅有我们熟悉的 K1、S1， 还有泰拳界鼎鼎大名的 WMC、Thai Fight 等。每条金腰带都熠熠生辉，实至名归。播球征战世界拳坛以来，无数强敌倒在他的拳腿之下。就连2013年武林风全球功夫之王克劳斯，也曾经是播球的手下败将。播球从2003年至今，在中国已八战全胜。凶悍的扫腿，狂野的正蹬，华丽的拳法，造就了不可一世的播球。在播球踢倒香蕉树的视频中，其腿部力量令人胆寒。播球取得惊人战绩，带来了他巨大的影响力。开车行驶在路上，漫步在国外的街道上，有时你也能看到播球的巨幅宣传。世界拳王西蒙·马库斯百余方便之后，也专门前往播球拳馆训练，提升自己。连泰国军方也专门为播球授衔。